拿个手机扔，现在就扔了。然后呢？对。哎，你好，你好好看，还是这样好看。就这样的话，就是正好，他坐上去就正好。别站起来，我倒可以，让我们俩配合一下就可以了。那试一下他能不能坐上起来。三二一，走！一二，走！你不是赢了？别，我这个太不值了。你为什么不听我的？他要叫我跳绳。为什么？